好哦，现在一样是用 V4K 来测试录影的功能。更正一下，是 V4K Pro。那我一样有开背景声音。那等一下呢，我就会开启那个降噪功能。那这边请大家看一下我画的缠绕画，这样子感觉比较不会那么的无聊。好，我要开启降噪功能了哟。不知道这样子还听得到音乐吗？可能听得到，可能听不到吧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图案好了。这个图案它叫做卧地高，其实它的灵感来自那个迷迭香。迷迭香有一个意义叫做勿忘，是不是很浪漫呢？好，测试到此。